鲨鱼亲亲便逢285针。个个都惊到走，但系美国佛罗里达州嘅呢个潜水教练就话护士鲨好温顺，成日表演摸鲨鱼肚，仲 kiss 添啊！有一日带啲学员去到基拉哥海域，想同成300磅嘅护士鲨 kiss， 但系上得山多就中遇虎，俾护士鲨一啖噬咗落个嘴度，可能人肉就唔够好味，护士鲨逃都逃唔切啊！马赛尔就话痛到好似有烟花喺个口入面爆炸咁，最后就要缝咗285针，变孖润肠啊！马赛尔就解释，因为唔小心将护士鲨反转咗，搞到鲨鱼睇唔到佢，就当佢系鱼嚟咬啊！但系啲咁鱼嘅事，近排俾探索频道鲨鱼周节目播翻出嚟，真系老猫烧数量。